今天我们来个也是白菜烧牛肉。首先我们要准备正经的黄牛肉一块，不正经的不要用。小葱两根，黄心白菜一颗，红辣椒六根半，八角两个，花椒十七八九个，90年的生姜来一块。我们把大白菜给它撕吧撕吧。把牛肉给它切成大片，起锅烧油，锅热下油，配料，下牛肉，把白菜倒进去，白菜翻两下就把盐放进去，这样它化得快。白菜炒倒之后放一点老抽，好，我们下水，开锅，我们就可以下味精、十三香、糖，中火炖个5-6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出锅了。我们放上香菜，来一个隔壁大娘送的老鼠馒头。